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就是要来带你们看看台湾目前的物价到底是如何呢？今天我来到的就是大润发，大润发就是类似于新加坡的 Fair Price Source Giant 的那种大卖场，就是卖一些日常用品啊，还有吃的用的。那当然很多人买菜还是会去菜市场买，但是听我阿布说，其实两边的价差不会到非常大，就是除非你真的是买大量的才有差啦。92块，然后台南蛋，没错。台湾的蛋呢是放在冰库。这里买一送一，149，哦，哎，这还可以哦。那我觉得最棒就是有很多口味。现在来看菜呗，哦，看起不错哦，很精髓。秋葵一盒，这样，哦，挺多的。咦，水莲，水莲，大家都喜欢吃水莲。水莲一包39块。那我们只有一盒的五神菇。
那些欢迎试吃哦，等烤出好吃哦。好，这些客人欢迎选购哦。泡面去了，大家来台湾都很喜欢买泡面吧，就是有这种碗装的莱伊克，这是我小时候最爱，它现在分量缩小然后价钱变贵。之后呢就是我们的排骨鸡汤面，这个我以前蛮多同学都喜欢吃的，但是我记得我好像没有吃过。为什么我会开始配音呢？因为这一整段我的妈妈一直跟我讲话，所以我就只好把它全部都改成静音，由我来配音的。好，对，就这样子，我等一下全部剪掉。一刀斩，就剪一半。有时候你自己可以这样吃，你觉得嘞？然后这个看你要吗？日式拉面。哦，好好好，那个这个啊。用我填不让你。